感情走到这甘准拄煞，甜蜜的情缠，如今只剩一条无缘梦。过去的记忆，一幕幕亲像电影，为何结局若会不知安怎写？电影有一句话讲，第一富翁上帝公，就是因为惊十波有九波是打在上帝公庙的土地，后来要迁庙，上帝公佫托梦，讲阮庙子是出财，新庙底是出丁，所以信徒就将阮庙子的土摕来放伫新庙子家起大庙，变作出丁兼出财。俗语讲，人心肝牛腹肚，传说地方上有一个大老汉，因为气正人有钱警察头，无钱警地头，就拔走上帝公的七星宝剑来垫威风，佫要杀伊时代。又为什么上帝讲阁化作神力撒花刀来个买剑呢？今日细说台湾，都要来讲一个人恶人怕天不怕的故事。海墘迎来上帝公，当下龙主真猖狂，不认老爸甲亲族，起心为庙来对抗。乌狗赛龙输难料，抢剑夺庙做业障，人妖道空降起神，不知报应在其中。请收看今日的细说台湾，上帝公买剑。俗语讲，三月人是小马祖，下野人是小雷桥。台南下野的北极殿先天上帝庙，是伫西元1661年，由郭姓爷郑成功的部将刘国英将军开基建庙，至今已经350多年的历史啊。也因为香火鼎盛，所以累积了产地139甲，其中一部分的修行，就当作上帝公叫板的开销。也因为数目真大，引来当地上大尾罗马尊人抢要来做班头。哎，大爷啊！啊，大家徛拢徛袂知啊，要安怎更叫啦？啊，奇怪嘞！啊，无你做风摊，哪有怪风来你挡路？看啊，是这个大单子你的路！哎，奇怪，啊，即摆外口明明风遐尔透。想算这个破庙，这内底香啊，你踩个踩踩踩，拢袂害啊！哦，这间庙绝对有问题，我就把你这间破庙拆掉，看你妈闭关闭关！有看到无？这就是跟我单尊人作对下场啦！好班主，你有够牛的呢！你爱庙甲拆无爱好就停！哎嘿，大伯伯，伯伯，伯伯！这无啥，哪会安尼啦？我哪会袂顶袂动啊？大海，你是安怎？安怎徛停停？哼，搁哪走安尼嗨呢？哎，哪个敢搞嘞？你有去无？哎，走！大海，你是安怎？啊，你有去无啦？大海，啊，哪安尼啦？大海，嗯，阴气这么重，这两个一定中邪。明珠，红布甲掀开。红布一个掀开，是一尊上帝公，他妈真正应该会吃苦啊！拄才钓到迄个少年家，即马讲随好而去了。少年的做代志唔通遐尼冲动，你拆人的庙本来就顺应定，我苦劝你，赶紧家回去嘞，答应重新拆起庙，安尼你才会平安无代志。我听你咧放臭屁，一间伫咧路边破庙尔，哪有啥了不起的啦？哈，对啊。你这人讲话哪会安尼啊？那不是恁叫我拍命护身哦？
我若要向上帝公求人，你两个早就无命啦。叫我啥？上帝公。啊，上帝公明明就伫我遮啊，你哪会遐讲上帝公啊？哦，即阵上帝公吼是新夫人新调的，你请我专工甲送过来这边。多谢新夫人啊。大，伊咧讲伊咧哦，一定是新万全的某布袋将。那这个查某哦，一向上爱找你的麻烦。不如哦，咱家的上帝公抽过来，好好看。好主意。嘿，这位师傅，拍摄要借问一下，你之前上帝公该咱怎啊看一下？哦，无问题啦。多谢，多谢。哦，上帝公哦，今仔日本大爷啊，心情无啥爽快，这新桥菜碟饼放会着啊，恁去休困，今仔日免练啊。来第六期再拜托。好好好。顺仁啊，我跟你讲过几遍啊，我是你的老爸，啊，你哪会当直接叫我的名？安尼哦，啊，唔真歹势，拜托，再给我一遍机会哦。谢谢你啊，这阵上帝公你敢识识？这是。无你是青梅心哈，你莫报地占去嘞啦！我专工哦，替你送过来，这行路工紧高高的啊！你稍等嘞，还有，迄旧板娘哦，旧咩无啊？做一遍高高的，卡免你到时阵三月初三，这个上帝公圣诞的时阵是无戏通搬。顺仁啊，我知影你硬要做这个旧板，并不是为了上帝公。你是为了叫伴娘翕个餐桌对无？我苛刻你，迄款天地不容的代志唔通做，尤其是性命的钱，更加袂当抢。性命的钱唔通抢，你嘛较拜托诶。上帝都是上好样诶呢，咱庄仔头大部分的土地拢是伊的，伊的钱我若是唔抢，我唔则是戆。新门传啊！你莫叫是讲你是阮阿爸，我就唔敢甲你做落哦。我上帝讲我无爱恁啦，你是阿爸，我嘛无爱恁啦。钱已经摕来啦，人死出去啦。主任，你莫安尼啦。主任，你听我。你是莫听了，死出去。主任，主任，死出去啊！你给我放屁！死出去啊！主任，来，恁两个，恁爸，我恁两个，我，有啥物代志啊？过来，你爸过来，过来。过来哦！李先生，你已经十几天拢无交租啊，以后不准你伫迄边靠摆摊啊，有听到无？大诶，你租金调甲悬，我若是交出去，阮一家伙也是要吃啥咧？恁有钱强插头，无钱强地头哈、啊！你着有钱才摆少插头上底讲，啊，我单纯能保护恁，恁着免提钱来是毋？哈？安尼，阮是要吃啥咧？你免动！有影是甲天照胆，竟然敢踮上帝公的面头前耀武扬威了。这个万全自称是少年人的老爸，那是安怎这个少年人不爱甲伊相认呢？万全是愈看愈伤心，还想袂到再惊到庙外，遂拄着好朋友阿水杀来甲斗，斗讲后生唔若将拄刻好的上帝公神尊甲抢去，佫甲拍甲嘴甲转火了。刷落来看见安卓，伊嘛唔敢佫做啊，也为着要将阿水杀甲留落来，万全去想着一个人。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当保护恁，恁若带去伊遐，保恁平安无代志。哦，啊，顺仁嘛绝对唔敢动恁一根脚毛。
来，高啊，在这哦，请请请请，高兰，高兰，班长，你来啊、哦！哎，我找朋友来。有朋友哦，那安尼吼，我今日抬只鸡，啊，你暗顿就甲朋友留一只食吼。先卖啊，赶紧，我甲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阿水仔。原来你就是阿水仔哦，万仔常常讲吼，你是上好的朋友哦。那安尼这位，一定就是你的千金明珠小姐对不？阿你好，好好好。满尊啊，啊，伊是虾米人？是啊，虾米代志拢在？我给他介绍一下，伊不是孙仁爱因老母。满尊啊，啊，咱是老兄弟呢，你唔着满咧小孩，你叫我来大路门兜大，啊，这你不是存心来甲我创敌？你放心啦，先结拜再讲，结拜再讲，吼。有影顶四关的死，低头关本机啦。原来这只无法无天的胭脂马，上惊就是因老母这段关老爷。听水生安尼一直投，做老母的是愈听风火愈多了。无偌久，这个看门机啊，转来到门下口，老母去输了一项伊上惊的物件——家法。系啊，阿母那个家法提出来啦。阿水仔，歹势，孙女应该真紧就转来啊。麻烦你茶，搁小啉者吼。气都气饱，茶要来啉袂落。原来是因哦。啊，这下系啊系啊。阿母已经足生气的，看起来哦，爱用淡薄仔步数，才会当让阿母消气啊。这个看蹦极的真的是苦下来拢是贵了，规格多端。一定来到阿母家，捡一个石头，啊，竟然转咧为家己头壳甲卡落去了。那到底这嘛是你变什么高人了呢？阿大，你看起来都翘翘人，安那会做种戆代志？你石头咧肯家己啦。别问遐多啦，阿哥，应该看卖有老花无？有老花无？无老花啊，啊，小花红红的啊，遐地还佫无老花，红红尔。啊，这是蛮做家伙啦。我跪起来，阿哥，就坐下来。石头交你，吼，甲看看老花，来。无啦大个，啊，你着知影，我若讲烧钱吼，我着拳头要拍对鼻腔落。天灰就拱拱头啊，那就用个石头。这我知，我知，你足敖的。啊，不过我即摆是要头壳流血，不是鼻仔流血。你用拳头要讲我的头壳，那是袂流血。用石头就用石头啦，较紧的。哎，卖啦卖啦，大个你也歹着。啊，万不利我来甲你牵，你翻头我摕咧较大粒牙木了。哦，我他妈衰家。你卖啰嗦，我甘是迄种人。你就是迄种人啊。无鬼气啦，你甲我牵甲流血。嗯。五年兄弟，哦，我甲你牵，啊，够五年哦，对，食青梅等你，来来来，刷位啊，嘿，刷位，哦，来来，骨较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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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来来，要看到啊，老火焰，嗯，来来，哦吼，啊，你是不是也是，你是不是也是哈？你当时换遐尖角遐大粒石头哈，我是要流血，我唔是要喷血。你这坑哦，我无死嘛半条命。我对遮遐啦。来来来，我遮夹夹夹夹夹，来夹夹。看这看这，有老血吗？哎呦，老血啊，已经老血流滴啊啦！老血啊，做来哦，做来哦，无你代志，你来走哈。啊，迄五点哦，哦，另讲给你啊，唔是今仔日哈。啊，哦，大呀，啊，你不是得要加安，啊，你暂时要加清，你欠我的呢。阿母。我回来了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有打阿水仔、明珠小姐，搁抢来的物件？我，阿母，你听我讲啦。头举起来，目睭看我，老实讲。
哎呀，我原本要落阿水西哦，讲伊先出手的，啊，不过我看到阿贵的感情哦，我就无法度讲白贼。那安尼哦，我毋是白白吐皮疼。即摆哦，讲唔知要跪到什么时阵啊？喂，啊你讲话啊，你哪唔讲话？他带你唔是足怕的，啊就我伫遐当呛声。阿母，是的啦，我一听到是布袋针揢的物件，我就无法度控制我家己，唔才会出手。阿母的面子拢给下了了。我看尊人的面相啊，天庭饱满，有官相、福相，加上这间厝吼，徛在风水基地，会出大官。但是啊，因为贪龙落陷，才会变成出大落魔。这其中必有缘故。唉，好啊，即摆吼，咱就看咧船长面子上啦，大家以和为贵。啊，但我即次我上啊，嘛无啥要紧啦。只要咱以后吼见面的时阵啊，大家啊好好讲就好啊。阿母，你有听到啦吼？伊已经原谅我啊，你莫阁生气啊。我甲你讲，我已经答应给因爸仔囝倒落啊。你后摆爱好好共款待，知无？知啦，阿母你放心啦。知就好，起来啦。我甲你讲吼，我阿爸原谅你，我啥袂原谅你哦。你志伟大小姐，借问一下吼，你要哪做才肯原谅我哈？我爱你去上帝宫遐洗门框，当场磕头回谢嘞，捧茶请人客，大家若是原谅你，安尼我就原谅你。你嘛较拜托个，我是啥物身份啊？爱我去洗门框？喂，啊你戆戆徛咧遮，是会晓啊袂晓啊？会晓的啦，你莫伫遐搞话啦。阿达，喂，胖哥，哦，各位乡亲，我有做单尊人啊，啊唔知影大家捌我无？我相信应该无人唔捌啦，哈！啊，今仔日会伫遮哦，迄是因为，所以哦，你才会出现伫遮，嘿。啊，你是会晓袂晓啊？袂晓就爱问啊！跪落啦，我替你教啦。啊，唔见跪。今麦我讲一句哦，你再来讲一句啦。我陈尊林做代志受过冲波，对神明不敬，得罪着上帝公。你个死老鬼啊！这笔账我一定吐出来。啊，今麦话你伫遐细细念细细念，你是咧念啥哈？唔知影，当作你咧骂我咧。太大声的啦！各位乡亲，我陈尊林哦，因为做代志伤过冲动，对神明不敬，得罪着上帝公。今仔诚心悔过，甘愿伫遮洗门框，答大家乡亲皇帝，希望大家原谅。今仔日伫遮，真心悔过，甲大家皇帝，要来遮洗门框。请大家来这饮茶。来啊，暗来哩。干你阿娘，无听到是不啊？唔认哦，哎，表示原谅我啊，我不听。哎，啥物叫你要起来啊？大家都爱骂你骂，别人也无原谅你哦，我也袂原谅你啦。你叫正人饮老满红茶，啊，迄就敢若叫人去虎口挽牙同款啊。真人是惊到咧点点点啦！阿哥，过来，干啥哩？好。啊，你这边是安那？今日你唔是第一困啊？
来了，恁啦恁无，啊无食我拳头母啦，要恁无？我来哩。我无奈来，报地叫恁袂当恁啦。我要哪会当无恁？想袂到啊！我请来即阵上帝爷公这么灵性着，安尼一来哦，就把你这个目中无人、为非作歹的单尊人，罚跪伫遐，敢那一个输啦嘞！那这杯茶我无啉，我今日对不起上帝爷公，对你的报应啦！无你即摆是咧讲啥啦？想啥报应啦？尊人，袂当安尼无头无势，敢那讲，伊嘛是你阿爸的某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我从来都无把你母仔当作是阮心肝的人，你别那么看清一切咯。原来玉兰是死，啊，单尊人是船长沈万全伫外口的私生子，啊，这声关系复杂啊。单玉兰，你的囝今日变个安尼吼，完全是有样看样啦。你啊，安尼一干干，够有翁的哥哥弟。人咧讲哦，得哥倒菜刀。花茶也二十，都是像你这种的啦，嫁到这个老毛囝，我看吼，上应该最门好就是你啦。无你即摆到底是咧讲啥啦？真讨厌你啊！确实是一切无人知的两车小车台，不怪规个口的母甲这路款，但是要哪收煞呢？明仔载工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上帝讲要行。最起的。行过风霜飘泊的查甫仔，伊为着手工做伴，做着温情快乐生活。落一挂心酸的目屎，当作一部藏在心肝。脚苦，我也不愿哭出声。不怕现实中的拖磨，将我的惊我捧着人生的温泉盘，斗阵的你看头前金山甲林山，若有心要拼，心头就爱抓好吃，为三顿为前途。